填海亦都係我哋希望可以做一個主要嘅土地來源，因為咁樣咧爭議性會比較少，亦都減少咗我哋遷拆嘅問題啦，同埋對一啲作業者上上面居住嘅市民嘅影響。一個就是我哋嘅欣澳啦，小河灣嘅填海咧，我哋都會再進行個研究嘅。咁呢兩個因為本身咧，向我哋進行咗一啲我哋叫做累計性嘅環境評估，我哋關注嗰度嘅白海豚咧，佢哋唔會去呢啲淺水區生活嘅。咁所以呢兩個地區咧，其實生態價值係比較低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有我哋過去亦都睇過咧，就是、龍鼓灘啦，響屯門嘅龍鼓灘，同埋馬料水。在近大學站旁邊的地方，若果我們做完這幾個填海，不要計中部水域先，我們大約可以滿足到我們未來30年的房屋需要。洪水橋發展和我們元朗南這兩個項目已經包括了大約300公頃的中土，咁另外而家我哋嘅粉嶺北、古洞北咧，亦都有50公頃，夾埋350公頃到啦，已經佔咗香港大約四分之一嘅中土，四分之一唔係一個小嘅數目。嗰300幾公頃咧，其實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，解決呢300幾公頃咧，可能已經要20年嘅時間先至可以解決到咧。我哋而家講緊。規劃當中嗰300幾公頃，你話全數要去將佢清曬咧，唔係咁簡單咁短嘅一段時間可以處理到。